怎么看？禀父皇，儿臣相信李善长与宋濂不会徇私舞弊。这是六个进士，全部出自江南，不会这么巧合吧？儿臣也一直苦思此事。儿臣认为，造成今日的窘境有三个原因。你说。一个，自宋元以来，北方战乱频来，而南方相对安定，江苏、安徽、浙江三省历来是物华天宝之地，才子辈出，因此科举入仕者大多来自南方，实为正常。这个咱知道，可是山东呢？啊，这么大个地方，又是孔孟的故乡，难道山东就出不来一个进士？父皇，山东二贤刚刚被灭族，风声所及，世子之心无不颤抖。儿臣估计，山东学子恐怕大部分会以各种理由拒绝进京应试，即便来了几个，也未必是杰出学子，所以他们落榜在情理之中。你说的对，接着说。再者，此次恩科，北方考生需千里跋涉而来，而南方考生可以就近复考，因此南北考生比例失调也是正常的。三者，黄河以北刚刚平定，那里的部分世子恐怕仍然恪守昔日的君臣之道，对大明新朝心存观望。刘伯温怎么没来？刘伯温旧疾重犯，父皇准假三天让他休养，今天是第二天。可有人看见开榜的时候他就在那儿，而且还进了国子监，待了半个多时辰，生病都病到皇榜下面去了。刘先生不会无病称病吧？不管是真是假，反正每回他病啊，都病在节骨眼上，看来咱又要给他送服药去了。臣已将所有考照阅完，除杨宪等两人之外，所有臣工都认为取士妥当，无违弊。哎，相国，恩公，你醒醒啊！我们得救了，恩公。皇上。哎。啥时候来的？晌午过后一直在这儿。正好咱想跟你聊聊呢，咱都快累死了，哎呦，腰酸背痛的。咱下辈子再也不当皇上了，咱当皇后。皇后多舒服啊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是那是咱的座啊，你想干啥？反胃啊你？你坐这儿吧，我来帮你松松肩。二虎，恩科的事情会闹大吗？难说。如果闹大了会怎样？人头落地，从大臣的脑袋一直赶到闹事学子的脑袋。事情都搞清楚了吗？嗯，搞清楚了。李善长、宋濂取士公道，让他俩呀虚惊了一场。
这就好。嗯，柱国大臣要是栽了，你这个当皇上的也得折两根骨头。好什么好啊，虽然去世公道，但是问题一点没解决，反而更糟了。怎么了？一个呀，胡文雍和杨宪当庭大吵大闹，吵得房梁都快掉下来了。其实他们俩的背后啊，是李善长和刘伯温之争啊。是啊，这得天下之前是将帅们打仗，得天下之后呢，该招文臣们打仗了，对不对？精辟。哎，妹子，你说哈，你这双眼睛咋跟男人一样尖呢？我读书啊，我跟你不一样，你呀，你是听别人给你说古论今，我呢，我是自己博览古今，咱俩当然不一样。嗯，吹吧，尽管吹，咱今儿累了，不跟你扯。哎，你还没说完呢，下一个呢？这取士虽然公道了，但是搁到全国来看，还是不公道啊。如果只是南方人入仕，那咱这大明江山不就成了半边天下，而咱这皇上不就成了半拉皇上了吗？哎，难呐。你说咱又不能宣布此次大事作废，又不好只承认这36进士，接下来咱还要亲自主持殿试，还要钦点状元榜眼探花。哎，你说这让咱咋点呢？好好的一场恩科搞成了一场灾祸，你说咱别扭不别扭？难不难？娘娘赏了我一大幅云锦，真漂亮死了，包你呀，这一辈子都没见过。娘娘真好。哎，我要是放了外差，那你也得跟娘娘请辞啊，夫妻俩得一块儿造菜场。还真是的，可我舍不得离开娘娘。哎，那你就舍不得离开我啊。咋不说话呀？我等你问我主意呢。你能有啥主意去？我想啊，这次选举的36士不管怎么着都得承认，要是否了，朝廷就是长自个儿嘴巴，北方也许不闹了，南方学子兴许又闹起来了。不错，接着你把北方学子都招进京城，再办一场大事。现在这场呢，你就叫它恩科南场，下一场呢你叫它恩科北场，这么一来你就可以把恩典赏给北方人了。这晃他，一个大事分两半，还分什么北场南场的？和你那半边天下半个皇上相比，谁荒唐啊？你还是我啊？好像有点道理。不光有道理，连理由我都替你编好了。朝廷可以大大方方地昭告天下，本次恩科皆因北方初定，驿道未开，致使众多学子被山川江河所阻，未能及时赶赴京城。及至首场试罢，北方诸省仍有众多学子源源而来。最后你再说，应礼部所请，朕特此增设恩科北场，以慰天下学子之望。等北场也试罢了，你把南北学子拢到一块儿，同场举行殿试，钦点状元，这不是全有了？怎么样啊？好，哎，好，哎，这实在是太好了，这下子咱真的全有了。哎，妹子，这主意你咋想出来的？哎，有些人呢，就是越烦恼，脑子越迟钝。
你就经常犯这毛病。我呢，只要往这儿一坐，主意就来了。这么简单的事儿，你怎么就解不开呢？行了行了，你就尽管吹吧。不过咱真是服了你了，咱吃饭啊，咱饿死了。哎，鱼儿，鱼儿，哎，鱼儿，传膳，快传膳。